我还会去微波便当，还去尿尿，每天五点下班，每天来回开100公里，七点出门。喂，我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林林我是森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。那你坐好，大家都进去啊。爸好大。嗯。我已经开始录了。零零五四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零零。我是林老胡。一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访问职业三。我录你的腿就可以录到你这个人了。录到好，对，你好吧。请问工作内容？我是。PCB layout 工程师 PC 哎、绘图工程师就好了，绘图工程师，对，我不介意你写的专业，基本上这也可以，嗯，在你写字通常可以，我在待在美商哦，听说薪水会比较高一点，等下等我写完哈，没有，你写绘图工程师就好，这时间我可以自己乱讲没关系，嗯，所以才有办法一次老婆不用上班还可以养两个小朋友，但是这只能住在基隆，你住台北市基本上还是养不起，我都跟我同事这样讲啊。好，嗯，工作内容，工作内容哦，电路板，电路板绘图，电路板绘图，对，告诉我 PCB 这样，对，嗯，你装电什么PCB 电路板，电路板，路马路的路，电路板绘图，马路的路，电路板，板黑板的板，你也写电路板跑线，跑线工程师，黑板的板，电路板，对，绘图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工作内容继续，就是电路板绘图啊。平常我平常上班还会上网逛 PC Home 来聊天，还可以去网络订票，订那个铁道自行车的票，这就是我上班的内容啊，还可以买东西啊，买相机，对不对，还可以上 Mobile 01，相机几台了，电路板绘图，工作内容就是 PCB 的啊，电路板绘图，我只有这个工作内容而已啊。好。好了，我们讲一些工作哈。你先写，曾经到美国出差3个月。好，这样听起来有比较帅气一点吧？你说什么？老师他晓得他的老爸曾经去美国3个月，曾经带妈妈去美国3个月出差。工作内容啊，你不能说啊，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很好？来，结尾，结尾。妈妈这是我还要回答，跟我同队呢。我要回答，请问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。我还会去微波便当。哎呀，记得订阅我，还去尿尿，按下小铃铛，每天5点下班。按下小铃铛可以做到新的影片，他是。每天来回开100公里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七点出门。